哎呀妈呀！今天确实是快递多啊，买东西呢都是今天来的，咱再拆一下。当当，哎，大家看啊，这应该是一个晚清的一个，哎呀，我觉得是蛐蛐罐啊，应该是装蛐蛐的。但是卖家当时说是一粉盒子啊，有点懵逼啊，这是教子图吧，应该是年份肯定是晚清了。大家看这种粉彩啊，包括这种材料的画法以及它这个胎釉啊，都是晚清时期的啊。我们可以把镜头转过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木匠。我们把它又转过来了，你看。我就觉得这东西应该是个蛐蛐罐，但是呢，卖家呢说这应该是那种要么是装粉香粉的粉盒呀，要么就是装什么香料的这种东西啊。然后他也认为年份是晚清，其实就是晚清的，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飞皮，盖上是什么也看不来的啊。这个也都讲得比较明白，所以我也没有追究什么，无所谓的。粉彩呢，怎么讲？有那种打玻璃白的，有那种不打玻璃白的。你看这种就比较薄。啊，它这个材料看着就不像这种茶船，哎，你看一下，是吧？有玻璃白比较厚，所以说这个年份应该就在晚清民国时期，应该就光绪左右的一个东西，跟它的胎，对吧？不像那个铜制那么怎么讲那么细啊，相对来说胎是比较粗的。看这里边，这就很开门了，是吧？明白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还有他用的这个金，这个金啊，就是过去蘸着大蒜汁烧上去的。金一般是最后一道工序，金老这东西基本上就是老了啊，因为它是最后一道工序。它要是不老的话呢，这东西呢还说不定啊后补金。但是如果它是老的，你这别的地方这肯定是老的，不用看。粉彩的东西呢，其实怎么讲，我个人玩的不是很多啊，因为如果我要买粉彩的话呢，买的也就是。我会喜欢买雍正的粉彩，但是雍正粉彩比较贵啊，现在除了那种外销的价格还能盘子啊什么还能接受吧，一般雍正那种立件啊粉彩都很贵了，你慢慢买不动了，所以现在就慢慢开始买一些这种晚清的这种粉彩也不错。大家离近了可以看一下这种材料的这种质感，有这种果冻的质感，对吧？包括晚清的矾红咱们说过，你看发黄，哎，它都发黄。我们离近的是好好看一下它的这个胎质，是吧？有一些微微的氧化的痕迹啊，看这儿，对吧？看这个位置，这就很明显了，很开门的东西啊。用途我觉得是蛐蛐盒啊，就是装蛐蛐的。他说是装香粉的，这咱也不说啊。画的是这种教子图，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娃娃。不知道什么寓意。东西呢就是这么一件东西，其实可以说的点也不多。晚清呢主要就是看胎看釉看这个它的画法，那晚清人物的眼睛都是往上翻的，翻白眼儿啊，包括这个材料的这种质感，因为晚清现在也有很多后加彩的东西，很讨厌啊，他用的这种老胎，这种亏我也吃过，很记忆深刻。所以说大家呢对于晚清的粉彩的这类东西出手的时候还是要比较谨慎的啊，你不要看着胎老了又老了就一定老，你也要看一下它这个材料的这种质感啊，很关键。这些东西呢比青花要麻烦一些，但是看多了你就有一种感觉了，好吧。东西就是这么件东西啊，很热闹的一个叶子型的一个，我觉得是蛐蛐盒，好吧，不是什么香盒，好吧。我是天元，然后呢也希望各位藏友可以跟我多交流啊，有什么东西呢都可以发给我啊，我也可以帮大家看一看啊。一个是呢对我自己的眼力也是一个提升，二个呢也能帮助咱们藏友辨别一些东西，能力有限啊，这个我说的这个结果只能当做这个个人看法啊作为参考，好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